希望我的创作在你们的生活当中，也许不一定会常常想起，但是当你们需要勇气或是需要陪伴的时候，可以上网找找我的歌，也许它可以陪你度过一段时光，一段岁月，一段不开心或是在你需要勇气的时候陪伴你。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台中跟大家分享我的创作。接下来这首歌不是新专辑里面的歌，但是是我自己心中一首非常非常重要的自己的创作，也想在今天献给所有，不管你是第一次认识我或是你是为了我而来成品的朋友。这首歌叫做芝麻，希望下次能够很快的还有机会来台中演出，谢谢大家。情的连环攻势击败我，好不容易。
起你回的方式，只希望给你的人不小心记住我的名字。希望很快的还能够来台中为大家演出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台中，谢谢。真的非常感谢啊。